呢個呢？咁你就喺四個選擇面揀翻佢第一個字係咩字啊？第一個係啊，第一個音，第一個字。咁你就話邊個音啫？係啦，有四個俾你。我第一個好，第一個。好，第一個 far 係邊咧？第四個 away 好，最後一個 sad 多次姐姐 sad 你係咪講咗 sad 個答案讀俾你聽，姐姐讀 OK 好。